杰宝老师，美食加起来一共三个灯80块钱了耶！不要再追喽 ，David 还有新的，看节目。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股市最前线节目当中，为你邀请到的是领先趋势、掌握未来华冠投顾高敏章高老师 ，David 老师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David 高敏章。今天来到了 Happy 的 Friday 礼拜五咯。昨天在节目当中来不及告诉大家，因为它是接近尾盘的时候，收盘前才涨停的。179的美食再度亮灯，第三个灯，恭喜全国观众、听众、会员朋友们哦！1795美食最美好的时光，第三度亮灯涨停板，今天又创新高了。价差被砸扣爱老师。80块，还不错啦，一个礼拜就80块了。很快，但也没有很多啊。好，怎么说？创意300多块，世新的300多块，这才80块，可以而已啦。角度是很漂亮的。对呀、啊，水当当当当啊，水呢？老师，整天盘第一根就我买的哦、喔，170，没错，水啦，跌了百倍了。我今天有特别强调哦，老师今天是礼拜五，11月25号，然后今天又是大家很爱的，尤其是女性朋友，尤其是这些消费者。黑五星期五，难怪我觉得我老婆最近特别忙特别没有时间理你，对不对？她完全不想理我，她就在一直在滑她的手机，忙着要滑要买呀、啊，最优惠最好康的老师，那我们是不是礼拜五也应该要应景一下呢？美食都三个灯了耶，老师。对齁哦，80块钱价差了。其实我们上次那个涨停1+1到现在，已经8个灯了、你看嘛。哦、上礼拜哈、哦，上礼拜有4116，对对不对？那明基一1760宝林1795美食3687 ，Oh my god！ 上礼拜是4个灯喽、对对对对。然后呢，前天1795美食是敌4743合一，然后呢4128中天3个灯哦，礼拜三3个灯哦，昨天美食又涨停，这样有4个灯，八个灯了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应该要应景一下、啊？好啦，那反正黑五嘛，对，黑五星期五开心，就上次那一张好了，我也懒得改了，我没有要新推活动哦，就上次那一张就好。涨停1+1的活动是，平花刚才笑我说什么的，老师，那你这一张是什么？你不是已经2000点了吗？对，已经2000点，还在1400点，就这一张最划算，没有再更划算了哦。限时不会吧？24小时，天哪，老师就等于快闪呢？哎，就涨停1+1嘛。我先讲哦，这个活动叫涨停1+1，会被打到骨折，会比加一元多一倍之外，对，还有哦，涨多的股票不要追哦，像美食这种涨那么多的不要追哦，再加码 ，David 还有新的，还有新的，我今天有出手，今天有出手，所有跟上的朋友们，那股票就直接给你了，好吧？天哪，感恩 Dave 老师，你动作要快啊，今天来得及啊，只有24小时，好，限时24小时哦，快闪优惠哦。因为还有那个平花说，老师，那为什么还是这一张？因为这张是最优惠的，因为我想不到更优惠的。这张真的很优惠耶。好了，先恭喜上回涨停1+1跟上朋友们，那我们过去一个礼拜的时间、不小心多了8个涨停，8根涨停板、可以啦，开心，好，可以啦，这一根涨停就够用了，不用到八根。你找来的好朋友们，这8根涨停板你都赚得到哦。你要是10月27号跟 David 空单回补，反手做多的朋友，我都懒得算了。你前面的创意世新、金星科、M3E， 你赚多少了？这样算起来很可怕，对不 对？再加上上周矽智才全部获利入袋后，转进的生技医疗是的，1795美食是的，赞吧，赞！不要说美食涨，4743的合一很猛。连那个低价股的4128中天，也是表现得非常好，有也不逊色，也很强、不用问哦，你们不用追，不要追，我还有新的。我今天有发现有两档，不是一档。今天我们来等一下哈，花点时间哦，来跟大家分享是哪两档股票。好啊。当然了，今天所有跟上这个黑五快闪1+1的朋友、有。这个活动限时24小时，那会给大家的这两档股票、都是要怎么讲、基本面很好，对，但是股价没有涨到的，哇，这一波涨2000点还没涨到的，没有涨到，
因为台北股市这一波从底部哈，十月二十七号我们空单回补，反手做多资金哦、嗯。你看涨最多的都是矽谷材，对，没错。然后呢，第二阶段呢，哎、欸，老师，你上周矽谷卖掉，你怎么跑去买生技医疗？对啊，是啊。而且我还有预告哦，我没有那时候我要换一些不是电子的、哦，奇奇怪怪的。我要讲是腰的哦，对，是腰的你看美食多腰。超级妖啊、欸！说到这个美食啊，我等下跟人家爆一个料，很好笑好哦。好啊，好啊你不要追 哦，我已经有明确的资讯，不要再追了、哦。好的，所以呢，我们随时会获利入袋，准备买新标的、哦嗯、那今天跟上所有的那个二十四小时活动，涨停一加一的朋友，等一下呢来分享两档很厉害的股票。好的，好的。其中，不是，其实两档都算中低价了。嗯哼，因为一档大概接一百块上下嘛，是另外一档离一百块还蛮远的、啊。应该说大家买得起的股票了。最重要的，这一波，完全没 key 掉，没 key 掉，你绝对想不到，那你都没 key 掉。更好玩的是，这两档股票大概昨天还前天，都是破底哦，破近期低，然后破线之后被急拉的哦，好贼哦！我就喜欢这一种的。哎，这太……他们两个很像了，凶巧鬼啊啦！那也凶巧鬼啦。我们上礼拜买美食的时候，美食不是洗了一下？也对啦。然后礼拜五在喷涨停的、啊，抖了一下。你看上周四周，你看上周三周四有没有、嗯、美食是在洗？哎、欸，老师，上礼拜五算涨停，那更危险吧？嗯，我就趁他洗的时候进场的、啊。原来是这样，哎，那个套路哈、哦，我太熟了。那不然为什么 David 股票容易涨停、欸？而且你都买在刚刚起涨的时候，我都没有追哦。嗯。买它哎、欸，还没买之前，它都在这样的鬼混哦、喔啊。我买完之后才起涨的、啊。或许它之后呢？哎、欸，上周四买，礼拜五就涨停了、啊嗯。是的。然后这礼拜又再补两根、三根涨停了、啊。这时候一百七直接喷到今天一百两百五了吧？二五三。对啊，那上差不多吧，随、便都八十块啊。哇，几丁背板扣？可以啦，一个礼拜涨这个速度可以啦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哎、欸。难怪很多人说，欸、上班族都不用，把老板废掉了，一档股票就八万。不搞，你不要把老板废掉、哦，老板叫固定薪水。哦，对哈、哦，这叫额外的加薪。加薪就是人要有钱哦，对，你要固定的薪水。哎、欸，丢丢丢。然后你还有什么额外的 bonus？ 哎、欸，对，这才会有钱嘛。哦，了解了解了解。而且你也知道，股票市场哦，你不用课什么税嘛。欸、对，自己加薪嘛哈。哦，自己加哈、哦欸。这股票我都公开讲了哦。有公开操作，公开说，还邀约大家一起来赚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来，到底 David 老师买的是哪？等一下帮各位说明。好哦。我到底做了什么好事？对呀、啊，到底今天做了什么样子的动作？那么今天很重要的就是呢，十一月二十五号，哎、欸，百货公司跳楼大拍卖、哦，黑五快乐的星期五，黑色星期五。我待会去看一下我们家到底刷了多少，我都还不知道。可是账单不是要下个月才出来？看明细、啊，可以看明细。哎呦，别这样、啊！你以为我不会看吗？我只是不在意而已，不是我不看，好不好？还是看等于好，就这样子换过去。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啦，反正刷都刷了。对啊，刷都刷了。我刚才跟平话讨论说，那个女孩子会买那个一些保养品、化妆水、啊，对啊之类的东西嘛。嗯、我说对，我老婆买了好多，多到她用不完，然后就用到我脸上。是啊，真的那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不是、啊、因为用不完啊，我说哎、欸，你要帮我用一下，你刚才买多少就好？你刚会因为会一直进货、啊欸。化妆水通常一瓶可以用一阵子，对不对？嗯，他是买一箱哎、欸。哇塞，哇厉害！你真的要一箱、欸、你真的要帮忙用一下？我说可以啊，我可以当水喝。很猛哎、欸，外服内用吗？对啊，你看来看我好啊。哦，好了，今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呢，哎、欸，我们要符合现在的一个氛围哈。黑五星期五给您史上无敌超级霹雳杀涨停一加一，因为这个活动真的太优惠了。对，好几年都没有这么优惠的。我讲过嘛，去年没有嘛，前年没有嘛，明年也不会有啊。会费打到骨折，会期加一元多一倍，今天 David 老师再加码、再加码新的标股，全新的。一个不够，两个让你赚来倒，一支不够，嘿，两支赚来倒，赚来倒，哎、欸，但是 but 快闪24小时，限时24小时，限时24小时，务必手到跟上脚步喽，老师的涨停板就会是你的，我们先休息一会儿，等会再回来。哎呦，突然想到一件事，什么事？就礼拜三嘛，嘿，这个礼拜三吗？这礼拜三就前天了、啊，对对对。然后我们家小儿子啊，他就问我说：“阿爸阿爸，你知道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什么日子吗？就昨天呢、啊。”嗯，说好像是 Thanksgiving 吧，哦，感恩节啊。嗯，
然后我就问我儿子说：“啊，你怎么知道？”妈妈教的。哦，原来是暗示我要shopping了。对，我现在才恍然大悟，我突然想到这件事。感恩。那感恩的心吗？这有点老哦。感恩再感恩。没有，我突然想到，原来这是套路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凡事都有一些。我还想说奇怪，为什么小？因为我们家小孩才六岁、我说你怎么会知道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 Thanksgiving？ 哎、欸，他明示间暗示很清楚了吼。很厉害。厉害。原来我老婆才是高手。高手，哎、欸，这个大内高手哦。他都 不用自己动手，不用他用借他儿子的嘴就好了。对、欸、对 ，Thanksgiving 那不就是黑五？我现在突然惊觉，突然原来是这样，原来已经预谋了这么久了，时间是习惯就好。白发又多了两根，不会，我没什么白头发，顶多没头发而已，顶多没头发。好了，我们那个真的重点哈，那两档股票，真的，欸、我先讲哦，那个矽智材那些我们已经卖掉了，你们真的不要再买了，因为矽智材最近太火热哦，虽然基本上好，可是最近洗很凶哦，你们是很难讨到便宜的哦。我举个比方哈。6533金星科，好，昨天大涨哦，对，差点创新高吗？今天大黑 K，、哎、差点跌停哦。你看金星科今天快跌停哦，哎呀，对耶，昨天大涨哎，差点创新高哎，哎、今天再来一根黑，你买的是马上，你昨天追进去其实挂了、哦，对，那、万一他开始做头嘞，因为他有金融开始做头的迹象喽，有，哦，自己要小心哦，好，所以为什么说涨多了不要追，不要追。嗯、我们大大方方获利了结，是的，买新的，是的。好了，新的是什么？对呀，今天我买的两档，其中一档如画面所示、哦嗯、前三季的净利年增105%，哎，这很好哎、欸，对，非常棒、欸。今年的股票市场能够年增的不多哎、欸，真的，除了矽智才是年增之外，很少的股票是年增的、欸。嗯哼，最狠的是。他这一波2000点没有涨到，今天星期五嘛，他礼拜三还差点破底。天哪！他礼拜三是一个整理平台之后灌下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礼拜四突然拉起来，说：“哎，你这个不错，你这个不错，你洗得漂亮。”哦，你那是先灌下去再拉起来哦，这种我喜欢。哎，这个套路真的老师，这个套路，习惯了，我也常用。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我的股票会腰不是没有理由的。对对，是有道理的。这就是有人做，懂吗？不然不会这样洗。对，可以理解吗？可以。所有今天跟上的朋友们，我这两张股票给你之后，你去看它的 K 线，是很像。对 ，Long Ball Key Deal， 基本面又很好。对哦。然后前两天故意灌下去拉起来。嗯。哦，熊盖几种哎？因为这表示什么？把人请走了。对。股票也拉走了。是啊。很好。这个刚好、哦、跟那个金星科是相反的。金星科昨天那根是骗人的，你们真的不要紧张。哇，昨天创高那根是骗人的。不好说，我也不晓得、哦。反正基本面很好啦，我们最近获利了结，不关我的事。都提醒你了哦，不要追，不要追，有新的。新的，刚讲一档喽，好，第二档，第二档来。这也是前天灌下去的啊，也是礼拜三。然后同样今天起涨第一根是终于站回月线。你看我们刚讲的飙股，像什么美食啦，我们都已经离季线不知道多远了，创历史新高哎、欸，这连续三天美食哦，创历史新高哎、欸，哇，对，等一下再跟你今天讲美食的八卦，然后你再看到、哦、什么金星科 N 三一啊，什么创意世新这一挂的，都是创高哎、欸，这离季线好远好远了，对呀、啊，哦，老师，你今天买了那个才今天才刚刚突破月线了，对。他早上还没有，是后来拉起来突破月线的哦。刚突破月线而已，比头刚的多，要看那样。多尿前三季赚4块多，就被老师抓到了。老师，这个两档是同样的套路哎、欸，同样的套路，对，那个逻辑是一样的。老师，那这样子族群不太一样了、哦，这是不同族群的哦。好，有电，但不是真正的电子股。哎呀，哦，这样讲暗示很明显啊，明显清楚明白，所以不是生技医疗啊，哎，对，有电嘛，老师又转性了，怎么转性？我一直都是按照同一个逻辑买啊，我10月27号买创意世新这一挂，我是同一个逻辑啊，是底部起涨有人进场，我不是空单回补，反手做多，我帮他多两张，对，我们当初不讲过了，有，然后上个礼拜卖光光，老师你怎么又卖了？最近跑去生技医疗，我要去买生技医疗了。哦，我星期三就发现了、啊，我星期四才出手的、啊。好，所以今天买的不是生技医疗，所以这些的人也不是矽智材，也不是正常的电子股，是不正常的电子股。
宝劲雄的电子股是电子股，但它不是纯电子股。哎呀呀，这样答案就出来了，明显嘛，你不用猜嘛。今天跟上涨停一加一哦，限时24小时黑五快闪活动的朋友，是的，是的，一样会被打到骨折。好，一样汇齐加元多一件。好，再多一倍，两档，再多两档标股，新的标股。New arrival 的，这样可以吧？可以可以可以。不然你前面少赚那么多了。哎，对耶，你看看。刚上礼拜现在八个灯了。是啊，哎，短短时间。上星期四到今天为止，八个灯。上个礼拜四五六日，哎，才六个交易日而已。其实今天不算啊，昨天就八个灯了。哎，今天没有涨停啊，今天只是创新高而已啊。对对对对，就八个灯。到昨天就八个灯啦。哇哇哇！所以，亲老朋友，早来早赚哦！吼，早来的好朋友们，涨停板就是你。其实这个行情哦，非常的有趣啊。嗯。我打个比方哦，像之前创意世新啊、金星科研三位大涨之后最近那个外资啊或者投信的法人的报告哇，好多啊，怎么看多好啦，明年成长多少啦，对啊，又在喊啊，就不能买了啊，就不可以买了啊，听懂了啊，明显了，有有有，放利多了，放利多了就不能追了，你就是找个喜欢的地方把它挥了解就好，就是不能再买了，安全下庄，放利多不是说它好或不好，而是大家都知道了，是那表示它已经涨很多了，对，所以你不应该追价。了解了，同样的道理放在1795美食身上。嗯、好，然后我来念给大家听。八卦八卦，我牵挂。有没有八卦啦？你们新闻很快就看得到了。我跟大家讲，你们看到什么东西？好啊，好啊。可爱的手机，我怎么那么长？好像不止一家。好啦，哇哦。像这个，你看今天。工商早上就有了、啊，对不对？美食的那个新药嘛，对不对？还有美食的一些东西，他们都有写嘛。有人在估啦，哈，估个东西啊，就是今年美食很有可能啦，砸空哦。可是如果只有10块，了不起吗？那股价那么高，对呀，的确。那明年后年呢？哦，所以美食不是只有今年的10块，后面还会更高哦。我只能点到为止哦，因为明年还没发生了。嗯、哦哦，现在是2022哦。对，他已经有人估到2023跟2024了。哇，明后年去了。所以我不能跟你讲他后面可以赚多少，但比今年多了，是都蛮多的了。嗯哼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股价正常了。但这样的新闻开始出现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就表示这个股价呢不能追，它还有可能继续涨，但是你不应该再追了，是因为你现在进场真的太贵了。哦，你可以理解吗？进场风险高啊，空间又你赚的又少，对，你为什么不去买那种底部刚起涨？你看，对呀、啊，如果你跟 David 一样是上星期四进场买美食，你有没有觉得很爽？爽啊！那、啊、如果你是近期，那你会提心吊胆？不是，你干嘛帮我抬轿嘞？啊，也对啦，对啊，你就一起坐在轿上就好了嘛，早早买好不就了事了？你干嘛帮我抬轿、对呀、啊，好，逻辑要正确，是操作就简单，先后顺序要清楚了解，好好好，老师，那这样子，听众朋友觉得不对呀、啊既然十块钱，明后年会更多，那为什么不会继续涨呢？对啊，好，我先简单解释啊，解释给大家听哦，这个族群哦，其实跟矽谷很像，矽谷为什么拥有这么高的本益比？因为它是 IC 设计的更上层，所以是整个电子股的领头羊。这个我已经从2020年给你介绍到现在2022年的年底了。是，我给你攻杀你啊，信了吧？信，好不好赚？好賺、你每一次都赚到，光今年创意就赚到，做多两、做多就3趟了，3趟放空一趟就4趟了，700-800有了吧？大概800块有了，是不是700-800有了。你看有了，你看一档的股票哎、Anyway， 那生技医疗嘞？生医呢？其实按照我们过往的认识，像最近很多人说，哎呀，那个生技股最标叫美食，那为什么我上礼拜四买好了？对，我认识美食是非常久以前的事，我第一次买美食的时候也是五十几块，哇，后来涨100多嘛，然后就丢回来嘛，其实那时候很多人在抠这家公司就讲过，他说他未来整个四个领域通通起来之后，他会变成一个收益稳定的生技医疗公司，果然它现在越来越稳，对，营收越来越明朗，对。其实这一件事哦，就不单纯只是从新药那种本梦比，懂吗？它可能还更掌握了一些，它真的有基本面，对。所以像这种形态的生技医疗股，你就要慢慢改变他的想法喽，不要把他说老师他腰股，不基本面，对，他有人家有基本面，他有基本面的，所以股票要妖 OK， 但要妖的有道理，就像金星科，就像 N31，对，就像矽谷，对不对？这一卦
腰不腰？腰腰啊，超标6643，超腰超腰，300块喷到现在多少？500多了，哎，55，对不对？嗯，完全不会输给那个创意跟世新，是啊，基本上同一国的啦。嗯哼，可是他们真的基本面好，哦，但基本面好不代表你可以无止境的追，那是唔对诶。是，你是别来，你是买来赚钱，不是买来套的。嗯哼，哦，记得这件事。嗯嗯嗯嗯，好了，那美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。嗯哼。以后有机会再来了，现在我没兴趣了。清楚明白了，以后有机会再来，以后也不知道多久以后啊。真的耶，我现在有新的了，有新的，我有新的，就喜新厌旧嘛。我就正在讲这个，我就知道要买新的股票，是因为资金在轮动嘛，开始又转到那个方向去了啦。又转到那个方向去了，到底是什么方向？反正你今天跟上，你拿到就有啦，拿到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的，是是是是，很明显的，啊。所以老师，所以做生意的这一挂人又转，不是涨多了啊？哦，你如果说没涨过就算了，涨那么多了，真的，人家就慢慢就卖了，美食就80了，你看看是不是涨多了？对啊，嗯，不代表它涨完喽，因为这一波多头很强哦，是这一波多头很强，而且它不见得会涨完喽。好，它不见得会涨完。没那么快，有可能到明年，这是我们初的规划。我也不会看那么远，欸，因为这种角度，比较陡，哎，对，该是有可能会整理的。哦，好好，重点是股票不要用追的哈，不要追，不要追哦，我们底部买，到时候看状况，随时获利了结哈，然后资金锁定新标的就好。是的，是的，哈，不要老是在卖，你在买，那等我们螳螂哈。那表示你没看节目，真的，因为都有提醒你，表示你没听话。好，来。第二个阶段啦，好，投资广播的朋友还不知道老师到底买了是哪两档的股票，跟上就知道啦，我也没公开，但我觉得两档很好玩的，啊。哎，欸，真的，我看到哎，平旺，你看到 K 线，我觉得哎，怎么长那么像？对啊，这两档还真的蛮像的耶。K 线像，但是这个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，内容不一样，對對對，差有点距离，天差地远。这一档比较低价的，你看它是不是今天星期五嘛？星期三是直接大，欸，星期三大可以灌破所有线哦。全线都破，本周三他灌破所有均线哦，礼拜四突然被他买走，哎，今天早上我帮他补刀，这是喷出去了。你看，讲完已经站上季线了，是不是很快？快，这一个灌下去，把所有人都请走了，然后两天之内全部站上季线，那他下礼拜不飙吗？飙，这才叫技术分析，筹码干净，这才叫技术分析。是的，如何借由破线的过程，把筹码清掉，对，然后再捡回来，不多说了，因为你看美食也是这样，对，美食也是这样。你看之前的创意世新都是这样，都是这样啊，每一只都这样。哎，这个套路都还，这套路都一样。美食起涨是不是先灌破线？有，左边在左边那一根灌破那个黑 K， 对不对？是，直接红 K 拉上去，整理完上去了。哇，有没有一样？有。所以为什么会买美食？嗯，一摸摸一样样，都有类似的迹象，这才叫技术分析。技术分析，好，我们谈，哎，站上均线，哎，我们跌那个破线，哎，又站上又破线。我说，沿着五日线往上涨，就是强势的上涨。沿着五日线，它都破了，盘中破啊，收盘涨回去了。那算破，算不算破？那算破一半，障眼法。你很适合当投顾老师。不懂的人就被骗了。哎，不会被骗了，我已经教你那么多招了。哎，老师真的无私分享哎，醋逼啊！我就跟你讲那个东西很好笑，醋逼呢。我说你不要这样跑去，要修不要卡去，你干么事？给他卡去，你卖个跑去的。你要看懂啊！所以中间他真正动的过程不是看那个嘛，你要看他中盘中那个买盘是敲真的敲假的嘛？啊，看不懂，跟好啦，看不懂就跟好，好不好？跟好这么明显还看不懂？哎呦，涨停一加一哈，今天持续特别在黑五这一天呢再加码，但是霸的只有24小时快闪的优惠券活动，务必跟紧喽！你上次来不及打电话进来的好朋友们，这次不要再错过，务必来定做把握，错过就没有喽。老师说，没你不，没你不啊。明年不会有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来涨停一加一，好，赶快跟上脚步了。好，来我们第二段的哈。好，好好笑，来喽。真的就是这样，很好玩哦。真的很好玩，老师每次讲，你真的很适合。对他真的很适合，他很会，他真的，他我觉得平话那个就是什么那个那算话术嘛？话术嘛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蛮厉害，就是他那个那种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那个能力很强。别这样嘛。跟老师你真的应该从政才对。我从政吗？对啊。
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好好。今晚很关键哦。不会啊，我们都是早早睡觉，不关我的事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麦搞要差点喝啊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你塞袋子就好。来喽。欢迎你持续回到股市最前线的节目，今天是逢 Happy the Friday， 也是呢黑五星期五，再加上从上个礼拜我们推出了涨停一加一，让您会费打到骨折，汇起家园多一倍，到现在短短时间，对，八个灯了耶，八个灯耶，很可怕，而且是老师带你买的是生医，对，生医哦，我之前做细资材哦，很多人说老师这个股票真的飙，真的妖，我突然做生医的时候，你不觉得吓一跳？吓一跳啊！怎么马上转性了？老师啊，怎么过去这礼拜生医最飙？欸，我不是现在跟你讲哦，我是上星期三把细资材全数获利入在星期四，我就买好美食了。有，欸，美食第三度亮灯了，对，昨天又亮灯嘛，恭喜会朋友们哦。那短短时间，美食已经三个灯涨了80块钱，80块钱的价差，所以其他朋友不要追哦，不要追，我们要买新的了。新的，说到这个新的，欸，这两档新的，今天所以跟上这个一加一的朋友，哦，我们就一起给你哦，两档都给，好好好，好玩在哪里啊？对呀，这两档股票都是星期三，破线，一根大黑 K。哇，丑到不行！然后星期四呢，买盘敲，星期五 David 再帮他敲，就站回去了。而且更狠的是，我先讲其中一档哦。好好，这你因为我现在不能讲，不能给你 K 线，你待会去自己看，很好笑。画面上这一档哦，比较低价那一档。低价的，他星期三一根黑黑之后是跌破所有均线哦。嗯哼，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对，台北股市涨了2000点，还有股票可以跌破所有均线，均线都破了。结果它的基本面这么好，对呀，前三季净利年增105%，前三季 EPS 5块多，竟然可以破线，是。可是你如果光看这个哈，哦，技术分析哈，哦，这公司早就挂断了。竟然，你昨天跟今天的红 K 不要看了，你就看了礼拜三。这个叫什么？欸，会修锅料专播榜。天哪！对，就看那个现场这样子啊。结果礼拜四有买盘，今天我在帮他补刀。今天现在已经站上季线了。哎，欸，他之前是均线全破，欸，啊，我们两天把它搞回去了。天哪！欸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标准的底部起涨，筹码清干净了，哦，星期三那一根，很多看现行的，对，哦，破线要什么？要卖出，要停损，对不对？老师啊，怎么两天全部涨回来？对呀，啊，就不要卖，反正赚钱嘞。哎，对耶，要冲！这今天刚好站上季线，不是赚钱了？哦，礼拜三是骗线。哎呀，原来那是骗线，技术分析又对了。今天讲就对了，礼拜三讲就不对了。对，礼拜三讲，这叫做技术分析。哦，事后诸葛是看图说故事。你也会啊？礼拜三均线全破，同一档股票哦。对，卖对。老师啊，今天全上去，那追追。那你如果跟上志同老师，你真的会觉得欲哭无泪，真笑哟！礼拜三叫我卖啊，礼拜五叫我买，对啊，卖的比较便宜，买的比较贵。哦，不卖是不是又赚了更多？哦，不要卖不是赚钱的？是啊，欸，同一只股票，欸，对耶，礼拜三跟礼拜五来查谁？来来来，这块呢叫做江湖术士麦天，这我就不好说了。来，我们是扎扎实实的八根涨停板哦。好，我们八根涨停也不是现在叫你买的，我星期三把细资材卖光之后，我讲过了，我们准备锁定一个全新的族群，你绝对猜不到的。哎，欸，老师，你竟然跑去买美食，美食啊，不生技医疗吗？是啊，还买什么？买什么合一中天这一挂？对呀，啊，你这，你刚丢。那么怎么净买？你之前买细资材，因为我细资材已经在节目上示范过非常多次，多所以大家很喜欢。对对对。然后我很久没买生技医疗了，是真的。突然买的时候，之前连客户都有说：“老师，你确定你没看错买这个？”我说：“七涨了，七涨了，七涨啦，对了，买上礼拜四就七涨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你看是不是美食也是七涨点，对不对？那个什么宝林也是七涨点，然后一七六也是，是每一只都是七涨点啊。”对。你看看，那也得加准。是呀，啊，欸，抓得准准准呢。好啦，涨多了不要追哦。好好好，买新的，好好好好新的那两档都是星期三破线，星期四微微发动，今天直接发动。是，欸，好，所以你们现在买是刚起涨的，哦，是刚起涨的，哦嗯，所以，欸，跟你上个礼拜买美食差不多的感觉哦。但会不会飙那么远，我不晓得了。清楚明白了，万一飙远了就。多赚了，哎，欸，对对，就是多赚的了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你也不要怕说，哎，欸，我现在来是不是帮会员朋友抬轿？不用，有新的。我
这个买完后面还是会有新的、啊，还是有新的，好不好？老师说，哎，涨多的股票不要追了哈，每十八十块钱的价差了，你底部跟着我们进场的好朋友，你是八十块钱的价差赚的稳稳稳。你那天买一百七十块附近而已、啊，是啊，哦，是不是很舒服？对啊，啊，今天两百五了嘛？对，二五三了，这样有嘛？大概五十块了，轻松赚，大概八十块了，八十块轻松赚了，怎么那么快啊？哎，真的还蛮快，过一个礼拜而已。是啊。六个交易日，最近很多人说：“哎呀，那个美食真标啊，那个药华药都不会涨。”同学，药华药上次已经标过了，不可以每次都是他，知道吗？哎、欸，对，很多人会拿药华药出来的，药华药多强、多厉害、多标。药华药就是那个什么，那个女神股啊，女神股。那个有个明星艺人不是有买他那个药华药吗？哦，对啊，所以千老朋友、哦，他以前念书的时候就是很有名的那个哦，真的、哦。美女，哦哟，好好好，因为他的硕班跟我念我们学校的、啊、哦，真的、嗯，哇，他跟我学妹同学啊，哇，同班的同学，这真的、啊，这老师认识人真广啊，没有啦，那广那是刚好运气好而已。来来来，今天买了两档股票哦，你真的绝对也想不到，老师你刚刚说是电子股，他是电子股啊，但他不是纯的电子股、啊，不是。但不纯，它不纯啊，因为纯的电子股是什么台积电这种的、啊、對對對，你才会认为它纯嘛，联电这种嘛，或者说像世新啊、创意这种才是纯电子股嘛，纯电子股，它不是啊，它是另外一挂的、啊，它是另外的，因为电子有很多子项目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嗯、比方说我们可以分成什么半导体啦、嗯、什么光学啦，什么锂离孔一堆，对不对？嗯嗯，它就不是纯电的那一种啊，哦，嗯、不是纯电的那一种。不用猜嘛，今天两档都给你，还猜？对对对了，对了，我在想说，对啊，你到底要问我什么？因为两档都要给各位還，还问？对啊，我想说，好，不用猜啊，哈，电话来做拨通呢，跟上我们的涨停一加一的活动，这两档的股票就是你的，两档一起给哈，两档一起给哦，不是让你选的，是让一起给大家哈，会费打的骨折，会期加一元多一倍。好，那老师十一月底了，现在持续进入了十一月底，迈入十二月初，是的。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的法则没有变啊，一样不变。你有没有注意到 David 买的股票都是股本小的？欸、小我昨天不讲过了、欸？对，股本小。啊，你发现这些股票指数不动照样飙？哎、欸，对。过去这个礼拜交易指数几乎没什么涨啊，没什么涨。嗯。但为什么美食那么飙？是、啊、为什么生技医疗这么飙？是的。你有发现我抓的位置非常准吗？嗯。所以从我们十月二十七号空单回补反手做多至今，嗯，台北股是最强的族群，最标的股票，通通被我们赚一轮，而且是我底部起涨就底部起涨就买好了，对，都没有追哦，没有哦，上去我就跟你说，哎，创意六百五七百了啊，有，我要卖了，不要追哦，我讲得很清楚哦，世新也是哦，对啊，我记得那时候创意六百，老师，你问我老师四百多到四百已经赚到六百，你为什么还不卖？我们要卖啊，不急啊。我还没赚够、啊，接近七百多，嗯、啊，可以，可以。哎、欸，你看到了七百之后，它就是横向这样子滚动了。那个谁，最近哦，某美系外资今天早上新闻、哦，美系外资出报告，创意的，他要喊，不是这个报告非常有趣，看好明年呢赚的比今年多，这不是废话，我早讲过了。现在创意多少钱？七百四、七百五左右，对不对？嗯，他的目标价写五百多。看好写五百多，看好哦，建议买进哦。美系外资的报告、哦、最近出来的哦，是不是写错？看好创意的未来哦。嗯嗯、然后现在股价七百四、七百五，目标价可以给我给涨给五百五？不会吧？真笑哎、欸！真的？有空自己看一下，有这篇报告哦，那个新闻里面就有了。是，我抓太夸张了吧？看好了，结果是下修到五百五。好了，改天再跟你讲为什么会长这样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好纳闷啊。Mystery 哈，没关系、哎，今天没时间了，改天再聊。礼拜五，礼拜五很重要。今天黑五星期五，老师特 special 给大家哈，涨停一加一。为什么是这个活动？因为这个活动是最优惠、最杀的，比跳楼大拍卖还要更优惠的，会费达到骨折，会期加一元多一倍，轻松跟上 David 老师大赚狂赚。想要用涨停板吗？想要赚涨停板吗？务必来电，以及这两档的股票直接让你带回家咯。广告期间留给大家，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 David 老师来到节目当中。OK， 谢谢平花，谢谢全国好朋友们，涨停一加一限时24小时，动作快。 YT 频道的好朋友下周见咯，拜。
华冠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一一一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